许给那个叫张龙，是不是？许给他呢，这个东西不能再拍了，这个东西不能再拍了。许给他之后呢，没办法，咱们去众筹也众筹不够，所以说呢，咱们现在又够了，我感觉。铃铛，你们听到了没？有铃铛声音，是不是狗过来了？咱们如果说想积功德的家吗？想积功德了，咱们有大回向、小回向，可以把这些功德呢回向给你们以及你们的家人啊。这里啊，啥狗不会吧？刚我听到那个狗叫声。应该不会，应该在楼下附近的吧？我听到刚才铃声了，因为咱们这些东西都不能摆了，这些东西是不让摆的。以前，去帮助他们需要准备五种水果、两个蔬菜的，但现在咱们简单就不需要了。谢小宝，咱们有感兴趣了啊，想积功德的家们，一会儿呢，这么帮他的时候呢，我会给咱们这十二点以后呢绑上啊，咱们会上投注枪。有想积功德的吗？咱可以支持一下，因为现在有些东西不让摆，不让弄，知道吧？不用，我给他准备有东西就行了。咱们现在主要就是给他一个文书，文书给的文书什么东西呢？文书就是一个通行证啊。就像一个门票，是不是？咱们去哪需要比如你坐车需要买票，是不是？就像一个门票，一个通行证，就像一个身份证一样。有了这个文书呢，他呢可以拿着这个东西呢，去他该去的地方。而且呢，等一下，我一会儿呢，因为这个音乐啊，因为我是没有法力的，知道吗？我呢需要放一个大师的一个地藏经往生咒，地藏经呢差不多是70多分钟吧，往生咒是1分多钟，放7遍，咱们放印能法师的往生咒地藏经就帮他。我会把这些东西，把这个手机呢到时候放高一点，放这边吧，因为呢还是小声，不能让听到以后我可能直接断播了。本来我是不想去搞这些东西的，但是呢昨天咱们很多人都说，很多人说想帮他，那咱们就帮一下。我希望咱在过程中呢有幸福，咱们可以把幸福连起来走起来。咱们就帮这个黑哥让他离开这儿。我放地藏经，我会把那个手机支架放到那个楼梯口，你说他敢出来吗？而且我还准备了一些东西啊，往上放一下，意思就是帮他出来。谢谢空军一号，咱等正式开始的时候呢，咱幸福尽量连起来，就不要断了。咱们到时候呢，有回向文，到最后不管是走没走毒牙虫牙也好，走了毒牙虫牙，我会给你们上香，帮你们去上香祈福，希望呢咱们能干什么都能顺利。而且呢，最后的回向文，咱们都可以回向给咱直播间所有家人嘛。大回向、小回向里边都有。啊，咱们弄完之后呢，再去上三楼，就不用担心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了，是不是？把这事情摆平之后，咱们直接上三楼，找那个青色的。我拿着手机支架，我把这个手机支架呢放到这儿，声音我不会开太大。因为呢，咱们如果说这样做的话，我直接就断播了。等一下啊，
手机出来，先准备好。因为有些东西不能拍，咱们一会儿呢去给他们点一些东西了，点东西的时候都不能对着。咱们稍等一下啊，然后把手机资料架好。这个过程呢，差不多到12点20左右吧。这12点20左右呢，结束之后，啊，这是当时呢，这个黑漂叫张龙，他呢写的他的生辰八字，没有生辰八字，咱们也帮不了他，是不是？我先把这个地藏经弄好，我要把准备东西弄好。所以说咱们后面先往东会儿都可以治下，咱们的幸运符尽量不要断。一会儿呢我会看12点以后的榜，不是12点都有，咱今天的榜，今天咱给榜上的就是挨个咱去上这个香啊。谢谢贝贝的幸运符，谢谢。七二姐，咱先不要急，咱把这个幸运符呢，咱留到咱准备开始以后，咱留到这个开始以后，我找那个英龙法师。哎，晚上好。没有热死我了，竟然还这么热。好，那我还把声音调小点。他写的他是生辰八字，咱们尽量幸福一会儿吧，咱等开始以后咱开始再弄好。一会儿把这个声音调小点，放在这儿他们就不敢下来了，这王八蛋下都下不来，所准备的全部都靠这一个文书，这个呢就是一个文书啊，一个身份证，一个通行证。那个黑哥呢就在2楼，咱们把这个黑哥事情处理完之后，咱们再上3楼。咱们不光是那个什么，不光是吧，帮这个黑哥，咱也可以支持我一下，家人们，是不是？咱现在有小花小草，咱可以支持一下。有票票，咱票一票，把榜的往前几名咱顶顶，是不是？前十。有点尴尬 ，Wise。对，对象帮他。七二姐，到时候呢，咱们是那个哟，让我看一下，谢海阔天空，谢谢。咱先把幸运符留下啊，咱把幸运符，咱可以治别的幸运符呢，到时候呢咱就帮这个黑客的时候咱开始啊。差不多时间到了，哟，我操。到8分钟的时候咱们就开始。58的时候。又是手机资料放这不行啊，我靠。把手机放夹这儿。对。
怎么说？等会儿，好，开始了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。咱们准备一下啊！我先把手机放一下，先把手机放一下啊！把东西准备好，大家等一下啊！黑哥，指甲在那夹那个，我的手。来了来了，黑哥，今天呢，我准备帮你一下，我想你离开这儿。但今天呢，不是我一个人功劳，是所有人的功劳。有很多人在帮你啊。45岁，有7、8年。咱们现在呢有幸运佛，咱可以支持一下。咱们现在先给他送钱。黑哥呢，现在给你送一些钱，放你路上呢打点用啊。咱们有幸运佛，尽量不要让幸运佛断了。咱们尽量不要让幸运佛断，咱们现在开始了，因为钱多得很，你看准备了很多钱了。一会儿呢，文书我会准备给你啊。咱们有幸运佛，尽量不要让这个幸运佛咱断了。等我弄好之后呢，我就不拍这个东西了，这纸钱呢不敢拍了。张龙收钱了，张龙来收钱了，张龙。张龙，这儿有金元宝，来收金元宝。这次呢，有很多人来帮你。这样的金元宝，你去打点你的关系吧。一会儿呢，我会把文书送给你。黑哥，张龙啊，还有什么心愿未了吗？还有没有什么心愿未了？您起来吧，张龙。我给你送了很多钱，你可以先把钱给收一收。所以说，咱们有感兴趣了，有想积功德的家们，到时候呢，一会儿呢，稍等一会儿，我会上香。帮咱们去上香，感兴趣啊，就咱们独家一宠爱，独家宠爱，我上一支香。收钱了啊，龙哥先起来吧，张龙，起来抓紧时间收钱了啊，起来了。
咱们尽量呢，后面讲完这边这么多人，咱幸运粉呢尽量不要让它断了。我呢以后呢会看咱们现在12点前的报。来，咱们先把香给上。有些东西我就不说了，有些东西我就不说出来了。有想积功德的家们，咱们可以走一个独家宠呀。咱们现在准备的是大香，第一炷香呢，咱们帮叶伟静上，希望呢你保佑帮助你的人呢，保他们身体健康。搞他们顺顺利利的，稍等会儿，需要点东西。尽量咱们幸运符都不要让它断了，家们。希望呢，咱一次性帮这个黑哥呢，帮他把他送走。稍等一会儿，黑哥，先起来，黑。今天呢有很多人在帮你啊，我希望呢你呢可以保佑我们所有人。等一下，咱们开始继续啊。依依啊，咱们真实姓名叫什么呢？依依，没声音吗？咱现在？有吧，我希望咱们尽量幸运符不要断了。咱们后面家们有想积功德的，咱可以把那个幸运符咱们走起来。本身呢，咱们今天呢是根本就没有众筹够了。今天咱们本身根本就没有众筹够。我想呢，已经答应过他了，所以说呢，就算没有众筹过，我也想帮他呀。所以说，咱们尽量幸运符呢，咱们能走起来，连起来，连起来。到时候咱们有个回向文啊，回向文里边呢，可以把所有的福报呢回向给你们。这会儿呢，你睡就直接去睡吧。对，所以咱们想积功德了，咱们可以读下传。一，你的真实姓名叫什么呢？咱们尽量现在不要在直播间里面说那些话，什么 doot 了什么的，咱们不要说这些话。而且旁边的一些东西我不会拍到。黑哥，先收钱吧，来，先送钱。尽量就一。等一下，就是什么超度什么，咱不要说出来了。收钱了，依依为啥不回我了？依依，如果不回的话，咱用你的这个名字也可以啊。但尽量咱们能用那个。收钱了啊，张龙收钱了，张龙收钱了，张龙，稍等一会儿呢，我会把这个文书呢给你送过去啊。张龙收钱了，张龙。
这是干嘛呀？这是帮这个黑哥把他送走。再帮这个黑哥，咱们稍等会儿，我先给他送点钱，因为咱们准备的钱呢很多，需要多给他送点。咱们有什么想问的话都可以问一问。咱们只要有人帮他了，有什么想说的，咱可以给他说出来，他也能看到。我相信呢，咱们这么多人去帮他，他应该呢会保佑咱们的吧，是不是？咱们昨天晚上走过独家传人都有谁？来吧，一。好，一心向北的名字叫什么？一心向北，咱们名字叫什么呢？我希望咱们幸运符加满，咱后面幸运符尽量不要再让它断了。咱们能把幸运符连起来，尽量连起来。咱们不要控制时间太久了，争取咱们一次性的把这个给渡走。谢谢终生无悔。喂喂，是吧？好嘞。帮微微点上一支香。黑哥，你呢？一会儿呢，抓紧时间收墙。我知道，咱们一个一个来，先不要着急。咱们后面呢，我希望咱们能把这个幸运符给连起来。昨天本来说凑够66个毒牙虫呀，我才能帮他了，结果现在凑了10个、11个、12个。既然帮了，咱们就幸运符就要不要再断了。人这么多，咱可以都出出手。陈玉啊，黑哥，记得收钱啊，张龙。记得收钱的，张龙。对，真实的姓名。你要报了，你就报真实姓名。最后呢，咱们有回向文。这个回向文呢，不管咱们直播间里边家人们呢，是独家重言也好，是幸运佛也好，咱们这个只要有人帮助他了，这个回向文里边呢，有大回向、小回向，都可以回向给咱们自己，还有呢就是家人们啊，回向给你们的家人们。陈月，帮
辰月上一炷香，希望呢你能够保佑这些帮助过你的人呢。二姐呢，二姐对不对？咱们鸡尾酒呢，一会儿呢给你们上那个小香，或者说咱们回向吧，你们都概括了也可以。谢谢，咱们有幸福尽量不要让它断了，最起码咱们不要让它控制时间太长。还有哪？还有谁？还有谁？还夫来，燕子来，燕子来，咱们帮好正式进来。李恒燕，弄完之后呢，咱们把回向给他们送，给他送去。李恒燕，F， 咱们把名字。咱们所有帮助过这个张龙的，到时候呢回向里边大回向小回向都会回报给你们的，回向给你们。F， 咱把名字报一下。说呢，这个不是再回想一个，咱所积功德呢，咱知识越大，自然是功德越高，是不是？后面能赚钱了，F 在不在？F，
咱们报个名怎么样？对方不能说话。对，你的名字。张龙，起来吧，先起来吧。今天既然帮你了，就会把你送走，放心了。哟，跟我一样，有个棚子啊。范鹏，帮我怎么帮范鹏上下？来，咱们先给他送钱。还有谁？有能力的，咱们可以多支持一下。收钱了，张龙，张龙来收钱了。这又是一兜军粮包，收了吧。这里边是满满，我总共弄了几兜军粮包。当然可以。哟，水弄好烫啊！咱们尽量幸运符呢不要断，咱们尽量幸运符不要断。真不是每个人只限制一个独牙船，有能力的咱们可以支持。积功德了，当然是越多越好。你这个不能严肃点，严肃一点。收钱了，张龙。张龙，抓紧时间收钱啊！文书呢？稍等一会儿呢，我会送给你。可以，可以的，可以的。你也可以报出对方的名字，你也可以报出对方的名字。我希望咱们后面就可以把那个幸运符呢，咱尽量不要断了。郭小薇，好的，钱呢他不用过来就可以收到，知道吧？难道非要你以为他非要来过来来这儿收钱吗？只要我喊他的名字，咱们给他们送钱，喊他名字，他自然而然会收到。就算断，咱不能让它时间停留太长时间，咱们尽量呢就是幸运符能够跟上去了。既然选择帮，咱尽量一次性把它送走，可别到时候咱送没送走。平台的游客呢
咱们也可以帮帮忙。到最后呢，咱们有个回向文，我可以把这些回向，咱们回向给咱们自己以及咱们的家人。怎样的故事呢？咱们现在都不讲，咱都晚一点好不好？晚一点，就一句话，这个呢是好票，能帮的就帮他。对，这也是个住宅楼。住宅楼，哎，顾耀威点上一次就行。张龙，今天有很多人帮你啊，你要记住了，没有他们呢，也不会有你，你也不会被送走。稍等一会儿呢，我会给你把那个文书送过去。我现在想问一下，你还有什么未了的心愿没了？还有没有了？你还有没有未了的心愿了？张龙。看不见是吧？这个咱现在绝对不可能用白光啊。那样吧，你如果说还有未了，如果说你没有未了的心愿，你可以抬个手吗？能不能？如果没有什么心愿未了的话，你抬个手怎么样？那你就赶紧收收钱，一会儿赶紧走啊。小乔刚才已经帮他送过了。人家不知道名字，一会儿呢，我直接就是，那就喊他的这脸上的名字也可以。今天咱们等等他吧，今天等等他，看一会儿来直播间不来。想走是不是？来，咱们先送钱吧，钱太多了，咱们先把钱给他送。张龙来收钱了，张龙，张龙收钱了，张龙。张龙收钱，张龙。希望你呢拿着这些钱呢，赶紧去打点你的一切啊！希望你早日离开这儿。你可以赶紧先上路，你先上路也可以，知道吗？钱呢，稍后呢你就能收到。我可以给你，你可以先走，咱们先把文书给他送了吧。咱们给他送钱呢，只要他在路上，咱们只要喊他的名字，他都能。哦，我去，起来吧，起来吧！那咱们旁边呢有滴脏巾在那放着。你能起来吧？只要你能够呢，顺利呢离开这儿，顺利离开这儿就好。希望你能保佑所有帮助你的人呢，保佑他们身体健康，事事顺利。能的话，你抬个手怎么样？也不枉费这么多人帮你，好吗？希望你能保佑我们啊！希望你能保佑我们。你先起来吧，站起来吧，站起来吧。希望你能够保佑我们。咱们现在先等会儿，先等会儿。这个文书呢，还不到时间了，咱等会儿。要烟不要？
我给你点支烟。我希望他们后面幸运符尽量不要再断了，尽量不要让它断了。酒呢，已经咱已经给它供上去了。这东西我不再拍了，再拍一会儿能断播了。等等，帮你点个支烟，抽支烟，喝点酒，早点上路了。张龙收钱了，张龙，咱们尽量幸运符呢，幸运符就不要断了。咱们平台有客的，咱们都可以支持一下。尽量咱们抓紧时间把他送走。有想积功德了，咱们幸运符也是爱，幸运符。咱们全部走完之后呢，等一会儿呢，咱们还有一个回乡门，家们别着急，咱们先别走，今天咱们在这边停留一下。回乡门这些福报呢，记住它可以回向给你们啊。能去过吗？当然可以了，就什么不能了，当然可以。等地藏经，咱们把地藏经放完之后再说。咱们现在在渡他，现在在渡他。如果咱们想积功德，家们想积功德，可以把幸运符咱走起来啊。鸡尾酒呢，上小香，咱们有想上大香了啊。咱一个多加重呀，有想积功德的，咱们都可以支持一下。什么东西？怎么听？楼上有动静了啊！楼上有动静，你们听到了没？咱们现在正在渡他。楼上那个在动，在动。楼上那个正在一直搞动静，我操！咱们稍等会儿，稍等会儿呢，把文书赶紧送给他。35分的时候，咱们烧文书，送文书。张龙来收钱了，张龙，抓紧时间收钱了啊！咱们刚才有听到没？楼上一直有动静，这楼上动静很大呀，能支持家吗？咱抓紧时间了啊！我希望咱们幸运符不要断了。张龙收钱了，张龙。欢迎西西。收钱了，张龙，收钱。楼上有动静，我希望咱们把幸运符，咱们抓紧时间走起来，家们啊。咱们抓紧时间，等35啊，35送文书。我希望咱们不要功亏一篑啊，咱们有幸运符，家们，幸运符的，咱可以都支持一下啊。收钱了，收钱了，哇！
张龙，赶紧收钱！张龙，张龙送钱了啊！收钱了啊！收钱！不可能，轻的现金下不了，轻的下不了，我地上就在那放着呢。赶紧让他收钱，咱把最后一兜金元宝给他送了。我希望咱们幸运福今天不要动啊，咱争取一次性给他渡走。希望咱们一次性给他送走。收钱了，张龙。这还有最后一兜金元宝，还有最后的一兜金元宝。张龙来收金元宝了。我知道，咱只有等到35，咱给他送文书，知道吧？真的就是超度文书啊，看到没？咱稍等一会儿啊，到35分的时候啊，咱先给他送钱。张龙来收钱了，张龙。收钱了，张龙。抓紧时间收钱，赶紧走，赶紧走，赶紧去打点你的关系吧。收钱了，已经收了。张龙收钱了，张龙。张龙收钱了，张龙。这钱满天飘啊！咱尽量不要走这个幸运草，家们，幸运草咱尽量不要走。咱有幸运符，咱走幸运符。晒太阳，咱们尽量把幸运符走起来。咱这个幸运草就不要走，家们，咱尽量把幸运符走起来啊。一直到12点，家们，一直到12点。哇，张龙收钱了，张龙。我去，满天飘啊，这。到了，来，咱们先把文书送了啊。张龙，我现在把文书给你送过去，抓紧时间收啊。收文书了，张龙。有了这个文书了，你才能走啊。有了这个文书了，你才能走。这儿没有缝啊，一点缝都没有。等我问一下，这文书你收到了没，张龙？收到了没？收到，你抬只手好吗？如果收到了，你就赶紧走；收到的话，就赶紧走啊。钱呢，我会一点点给你送，你先赶紧。路上呢有很多时间啊，还有很长一段路了，抓紧时间走吧。今天帮助你的人很多，希望你能够保佑他们。收到了，文书已经收到了，你把文书拿好。那咱们继续送钱，抓紧时间让他走，抓紧时间让他走。收钱的时候，咱们还要等啊，别动啊！没有蜜，你们听见动静了没？刚刚动静好大呀！我操！张龙收钱，张龙收钱了，张龙，我操！文书收到了没？能不能打开，让我看看收到了没，行不行？文书有没有收到？
收到要赶紧走。如果你收到这个文书就赶紧走，好不好？快点离开这儿吧，去你该去的地方。钱呢？还有枪，记得把钱收好。真的有很多钱，你记着钱，拿钱。咱们有幸运福家门，希望不要断了啊！走吧，赶紧走吧，你赶紧走。快上路吧，快上路！赶紧上路了。文书呢，一定收好。这个东西你丢了话，这个东西丢了话，那你都想走都走不了。你赶紧走吧，拿着文书赶紧走。我现在继续给你送枪，我现在继续给你送。去向阳。向阳，咱们报一下真实姓名怎么样？咱们又想积功德了，又想上香了，给黑哥了，是不是？好，谢谢啊，谢谢向阳。黑哥，记住，今天帮助你的人有很多。我希望呢，你能够保佑在直播间所有的人，保佑他们事事顺心，身体健康。他手上拿了个文书，看到没？拿着文书赶紧走，赶紧走。那咱们先送钱，先送钱，抓紧时间把钱给送完再说。差不多12点了。咱们呢有幸运福家门，我希望不要断了。咱们已经走到这一步了，我希望呢咱们能够成功把这个黑哥呢张龙给送走。对，没有到时间了，咱们主要是刚才先把文书给他送过去。如果不送文书的话，万一呢那个青色的不想让他走，他就真走不了了。现在文书已经收到了，那个青色的想阻拦，现在阻拦不了。咱们把这个张龙送走之后呢，张龙出现了，把张龙送走之后呢，咱们上三楼开始收拾他了。这次就不用再害怕，不用再害怕，就是他呢会出来捣乱。起来吧，张龙，起来吧，起来吧。张龙，赶紧走吧！在这谢你们了，再谢你们！抓紧时间上路吧，抓紧时间了。我希望咱们后面有幸运佛，咱们连起来，能支持咱们把幸运佛走起来。看到没？旁边我在那放地藏经了啊，地藏经，因为我没有法力，我放的是印能法师的地藏经，又呢我会给他放往生咒，咱们放完之后呢，他就彻底离开了。我不怕，你可以滚的，你可以去死。你他妈赶紧去死吧！你杂碎。
可能我点错了，我操！刚刚的取消又拉黑了。不用，咱只要放地藏经，放地藏经，放往生咒。我刚才点错了，不要再说这个事了。谢谢西西的专属，不用搭理这，这种咱们就不要再搭理那种人了。张龙现在能走的话，你抓紧时间走啊！张龙，能走的话你就抓紧时间走了，还没到时间。咱们后面嘛有幸运符的，咱抓紧时间走幸运符，争取的咱们把它抓紧时间送走啊！咱们有幸运符的话，抓紧时间走啊！咱们下次如果说再有这种情况的话，就不会跟这次一样了，真的。我希望呢，咱们平时潜水家们，这一会儿呢，咱就不要潜了，能往他能幸运符了，咱保一保他。哟靠！哇，收钱了！我操，张龙收钱了！张龙收钱了！我给他准备了好几兜金元宝，全部咱们已经全部给他送完了，就剩下一些纸钱了。张龙呢？先起来吧。对，青天仙不敢靠近。话不多说，咱有幸运符，咱支持一下。话就不多说了，咱有幸运符，咱可以走走啊。张龙收钱声了。咱们把他送走之后呢，咱们开始了，去找那个王八蛋，三楼那个王八蛋。来吧，全部一下子全部给他送完。我去。收钱了，收钱了。张龙收钱了，张龙。他现在走了，他不可能直接就去到地府了，因为还有很长一段路，知道吗？他路上需要用钱，打点需要用钱。咱怎么连幸福都走不上呢？我操！张龙收钱了，抓紧时间收钱了，张龙。我靠！谁？谁？楼上传出了动静。
快走吧，张龙，说了想要我快走。土葬肯定，这肯定土葬，土葬以后他的魂魄都走不了了。时间不到吧？你等到12点。我靠，怎么这么凉了这会儿？不是。怎么回事？我咋现在这么凉啊？我靠！我靠！什么东西掉下来了？看我在这放了地藏经，没事啊。应该就是来捣乱。这应该呢，就是来捣乱的。咱们抓紧时间把幸运符咱们走一下就行了。我希望咱们后面的幸运符能尽量不要让它断了。我靠！楼上那个王八蛋，你要老实了以后呢，可能哪天我会渡你啊。我劝你，其实这会呢，别他妈犯贱啊！楼上那个王八蛋，我操！张龙，快离开吧，张龙，快走呀！你在等什么呢？先走啊，张龙。先走了，先走了，因为他着急啊，咱们现在渡他了，他肯定着急啊，现在，快走了，张龙，快了，再不走没机会了啊，快走了，这已经没你可留恋的东西了，抓紧时间走吧。刚才已经问过，他没有什么未完成的心愿了，该帮他完成的都完成了，他现在最想走的就是，最想的就是赶紧离开这儿。快走，你还不走等什么呢，张龙？赶紧走了，该去你该去的地方吧。快走啊！谢玉的心游戏，咱们后面也可以支一下，咱们尽量把幸运符，咱们不要让它一直断了。不放我。我想问一下，这个张龙，你是不是不放心我呀？我想问一下，你是不是不放心我？是不是？我靠！你别管我，我没事啊，我那手上有东西。走吧你，快走了，张龙。你不用管我，我没一点事啊，放心了。你走了之后呢，我才能更容易收拾到啊，因为你在这我还有顾虑了。走吧，赶紧投胎去吧。快走了，张龙，快点走了。快走啊，张龙！不是，他在干什么呢？在磨，你在这磨叽什么呢？我说了，你不用担心我，你快走啊！他磨叽啥了？这是！我操！站长，快走了！我操，那好像有东西啊！站长，快走了！
我是不是走过了一样？现在那些脏东西了，楼上那个脏东西已经阻止不了他了，应该。咱们一会儿再等等，咱们有幸运符，咱抓紧时间了，咱把幸运符走走。咱们有幸运符，咱走一走，争取呢，咱们保护他。快点离开，早点离开哦。怎么一直都是 F 爷爷 F 爷爷呢？咱们其他人，我希望咱们都可以支持一下。正能量满满，鹏，要不要支持一下？应该是吧，咱们尽量把幸运符咱走，走一走。我操！拿棒子，等一下啊！等一下，不知道，刚才我看到有个东西过去了，我不知道到底是什么。咱们有幸运符，先走一走。咱们有幸运家们，抓紧时间，还有最后五分钟的时间，咱们尽量把幸运符咱走起来。我希望咱们后面不只是 F 了，是不是？这几个人咱们支持，其他人咱们也走走。什么情况？地藏经还没念完呀？怎么回事？地藏经还没完了，怎么回事？停了。等一下，咱们先不照这儿，先不照这儿吧，咱照一遍。这什么情况？现在开始，我希望咱们把幸运符咱走走。什么情况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手机怎么倒了？我操！不会吧？不会自己倒了？放了半天怎么会倒呢？等一下，是什么情况？地藏经已经关掉了，我操！哎，咱们试试啊！等一下，咱们照着试试。我先拿东西啊。试一试看到底走了没有？等一下，我这包上全都是灰啊！等一下，黑哥，你走了没？黑哥，黑哥还在不在了？如果他送走的话。咱如果说把他送走的话，
就不用了，就不用了放了。等会儿，如果他妈把送走的话，根本就招不出来了。他只要能离开这儿，我想招他，他也回不来了，知道吧？明天试一试。荡荡幽魂，何处生存？孤魂野鬼，速速现身！天门放，地门开，地府门前请鬼来。附近的孤魂野鬼现身了啊！张龙走了没？张龙，咱们把网上之后再放几遍。没事，这个不重要，这个已经不重要，知道吧？咱们把往生咒给它放下就行了。等一下，张龙在不在？张龙，就只要他文书就可以了。关键是怕没送走，咱等会儿，先别着急。因为有很多时候呢，不是太想顺便走了走了，先预备灯泡，谢谢。张龙还在吗？张龙，张龙，你还在不在了？张龙，张龙还在不在？张龙。青色了，我操！是不是？张龙还在吗？张龙，张龙。
鼻血了，我靠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不是，流鼻血了。我操！不是啊，等一下啊，流鼻血了，我靠！就该鼻血了，我靠！啊！不是，得得得！哎呦我操！啊，鼻血流这么多！我靠！等一下。靠，把它堵住了，等一下。我是啊，等会儿我先等会儿啊，我抬会儿头，抬会儿头，等会儿啊。我是，地上已经放了几遍了，最起码放七遍以上了，先等会儿啊。等会儿，不是往生，是那个往生咒，往生咒啊！等会儿，等会儿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哎呦妈！再换点纸，靠，这个纸难，阴透了，我操！不是啊，还有呢，就现在已经是。12点以后了，我也希望咱们现在黑哥已经帮完了，我希望咱们可以支持我一下，咱们该支持支持一下，而且尤其是昨天晚上咱们说过了，想帮黑哥，咱们需要什么？毒牙闯下66个，结果呢，还没20个还没到了，我希望咱们有飘屏家嘛，咱可以飘屏活跃活跃直播间，支持一下，或者说小花小草，咱们也是爱我，一会儿呢我会上楼啊，支持一下的家们。咱们有飘屏可以飘悠啊，回一回账号，回一回直播间啊。操，点了烟。我头好懵呀，我操！其实这种事情呢，不能经常干。这种事情超度一次对我不是很好。咱们等会儿。哪位小哥哥小姐姐，咱有飘屏，来一个！尴尬，操！以前我超度家嘛，咱真的要超度的话，就不是这样了。
还有没有小哥哥小姐姐支持一下，来一个飘屏了。谢谢夜夜的专属，谢谢。谢谢的心脏羊水，谢谢。咱们有没有想干那个青色的？有没有？现在没有任何顾虑了啊！有想打那个王八蛋的没有？我希望咱们都可以众筹一下，支持一下啊，给点动力了啊！不行，我肯定要关了，这个肯定要关了，我听着可难受，真的。我听着指挥员，我更加疼了。别光说干的，家人们，咱们别光说干的，咱们应该行动一下，是不是？支持一下，给点动力。我希望咱们后面666、799，咱都支持一下，咱往三分票冲一冲。我开始上楼了啊，左面。光剩帮黑哥了，咱们是应该支持一下小阿鹏呢。咱们往三万票上顶一顶，咱们就准备上楼了啊！众人拾柴火焰高，家人们，能支持咱们可以支持一下啊！我听了，我现在只会让我更难受，我连我再听一会儿，我可能都不行了，快！这会儿呢，咱们可以全程用白光了，家人们，全程咱们搞白光了啊，就不带变光了，搞死这个王八蛋了。对，我希望咱们动动势，家人们，咱直播间的老铁们，咱动动势。大姐支持一下，往生咒还没有完了，还没有完了，急啥了。最后一遍了啊！我操！谢谢贝贝的幸运佛，感谢支持，谢谢。这一遍一分钟，你说听了多少分钟了？一遍1分07秒。现在8、9遍了，已经把这边听完就可以了。7遍往上，一遍是1分25秒，早就已经到时间了。咱们今天直播间所有家人啊，咱呢今天呢就是帮助这个黑哥了。咱们积这个功德呢，咱们回向门里边有大回向、小回向，都会回向给咱们啊。那就够了啊，肯定够了。咱们把这个回向文呢，咱们先回向给你们再说。果得涅盘常住世，微微独坐度众生，十方凡圣专心向，分身浅化往相迎。普愿有情皆念佛，临终往生极乐邦。弟子及所有人将今日诵经功德回向给自己及家人，成佛愿力，消除宿业，身心健康，家庭和睦，工作顺利，所求如意，
回向给弟子的历代祖先、六亲眷属、冤亲债主、堕胎婴灵，以及累生累世所吃所杀的众生，家宅内外、实力孤魂大众、众佛子体内体外的一切有缘众生，消除业障，福慧增长，身体健康，子孙贤孝。愿佛力加持，业障消除，身体健康。回向法界一切有缘无形众生得生极乐，愿以此功德平等施一切，同发菩提心，往生安乐国。南无大慈大悲阿弥陀佛，南无大慈大悲阿弥陀佛，南无大慈大悲阿弥陀佛。这现在已经把回向呢回向给咱们直播间所有家们，而且呢以及你们的家人们，这里边有大回向小回向都有。咱们应该是把那个听到哈，咱们现在应该是把这个黑哥呢，我再试一遍，因为我也想试试，再试一遍，看看，再照一下，看是不是真的是确定把他已经送走了。咱们今天帮助过这个黑哥了，都会有福报的。再试试，不多，咱们先开个光，先换个光。荡荡幽魂，何处生存？孤魂野鬼，速速现身！天门放，地门开，地府门前请鬼来。附近的孤魂野鬼现身了啊！张龙还在不在？张龙还在吗？天法门，地法门，四面八方鬼开门，五鬼速速现身来。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。张龙现身了，张龙还在吗？荡荡幽魂，何处生存？孤魂野鬼，速速现身！天门放，地门开，地府门前请鬼来。现身了，这会搞得我头迷糊，应该是走了吧？咱说等会儿，放心，如果他真走的话，咱们想招也招不出来啊，咱们是招不出来的，也不会说他走了以后呢，把他重新招回来，不会啊。我先去想确认一下。怎么后面阿鹏需要动力，小弟需要咱们直播间的小哥哥小姐姐的动力啊。这忙活大半天，忙活是啥呀？我可能看到蛇搁那盘着呢，这不可能给招过来，放心吧，招不回来了，招不回来了，应该不会。咱们稍等一会儿，就开始准备上楼了。你就准备上楼了。附近的孤魂野鬼，现个真身。
楼上那个王八蛋，你他妈是时候滚出来了。应该没了，是不是？应该没了，就不用再拼命的招了。哎呀，我操！这你们应该是安全给他送走了。欢迎随缘。等咱准备上三楼的时候。我知道，先别着急，咱们现在还在二楼。我等我上三楼，我上三楼，咱们彻底今天就用白光了，就彻底搞白光了。哎，去大爷，已经走过了啊。咱们想上去看更刺激了，更精彩了。啥别墅家门，往三万票咱冲一冲，有鸡尾酒咱众筹一下啊。咱们潜水家门啊，给点力，支持一下啦！你们是不是在这边都睡着了？今天反正我已经把他送走，但如果有人支持咱就报，没人支持的话，还不个毛线了，是不是？最主要今天来送他了，谢鹏的幸运符。你。那咱们要不要支持一下动动事，是不是？咱一级用户往上升一升，可以。他这个黑哥啊，这个张龙呢，怎么讲呢？他呢走错了一步。他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刚结婚没多久，之前做了一小生意，哎，这小两口呢在这买了一个二手房住下安顿下来。他们但是呢做生意赔了，做生意赔了之后呢，在家休息了一段时间，因为手上积蓄也不多了。看看呢，他哥呢有一个项目，哎，挺挣钱的，说问他做不做，他想做，但是手上钱不够啊。他跟朋友出来吃饭呢，说起这个事了，他那个朋友呢就跟他说，那你跟着我，咱们去赌一把，是不是？反正你现在想做生意做不了，咱们拿这些钱去拼一下，如果够的话，你想做什么生意都可以了。这当时他一听，加上他这个朋友一直在说，他就跟他去赌场。当了没多久呢，他把身上的钱全部输光了。当时他的朋友呢，因为那个朋友跟赌场有关系，跟那个放高利贷有关系，就想拉人过去赌博，让他骗他们。欢迎1102。当时呢，带着他去找了一个高利贷，去借了一部分钱。借完以后呢，你想在赌场里边，人家都给他下套了。他赌完以后呢，全部输得精光。当时肯定没钱给他了，人家打他骂他了，是不是？经常欺负他。谢谢燕妮的鸡尾酒。但是后来呢，这后来实在没钱给他们了，他回到家里边，你还放高利贷来吓他们，来吓唬他。怎么吓唬呢？拿一些那个点弄一个盆儿，点点火。谁知道呢？也不知道怎么烧的。烧到屋里边了，结果把他们一家全部给烧死了，他跟他老婆。而且呢，这样呢，不但死了他们一家，因为当时着火着得特别厉害，还有其他人被烧死了。我怀疑这个青呢，就是这栋楼里边的，他被烧死以后呢，他有怨气，因为这个张龙他们死了。说吧，这个张龙呢，因为赌离开了。但是呢，他成漂以后，我来这儿以后呢，他没害我，他也没有害过我，而且呢还多次帮我，我想上三楼，他跟他老婆全部死了，他家人他父母肯定好好的呀。对，我上三楼，他每次呢都抱着我的腿不想让我上，因为害怕我出事。咱们后面的家们，一人来个鸡尾酒怎么样？支持一下怎么样？
哈哈，都能吃怎么样啊？去大木业给舅舅。谢谢的基友，谢谢。谢谢你的花束。把它读完之后呢，我感觉我心气上没那么大了。那今天晚上探探的欲望呢没那么大了。这可能我再探，这也没人支持了，是不是？谢 F 的基友。谢珍惜的星钻香水，谢沧海的鸡尾酒。咱们把票呢往三万票顶顶，咱上楼了，家们，我希望咱们都可以支持下。昨天咱们说的是66个，结果呢中出了20个都不到，来给他改一下。我希望咱们都可以支持下，咱们往顶上凑一凑。有机会有咱们支持下，咱们哪怕是小花小草家们，哪怕你是个灯牌，幸运符了，是不是也好？写真心，前面有什么？前面什么都没有。那个不是。我操操操！上楼吧。无奈，这他娘的！我想看到一个飘屏，咱们有没有，家们？哎呦妈呀！我把东西收拾一下，我跟你说，我一会儿说走就走了。你们知道不？超度一次正儿八经的，消耗的是我。等一会儿啊，我把东西弄一下。送走了，完了，可以送走。只是很多人不知道而已，啥也不说了，走吧走吧走吧。哎呀妈呀，咱直播间还得靠老粉啊，真不行，上干了个王八蛋，操你大爷！大爷来了啊，王八蛋！哎呀妈呀，突然间我不想上去了。支架没事，往那放。谢谢，顺其自然。明天啊，家人们，明天，因为今天我，是吧？这一套弄下来之后呢，明天肯定不舒服。明天我准备带护身符直播了，明天有可能我会带你们去那个红太阳幼儿园，有可能啊，是有可能。去的话。咱们如果说去的话，我呢可能就是带上符了，明天带一次符。
不听，听那个伤我，知道吧？真的把你伤我，我知道那里狠，不狠我还不去了。因为明天我决定，我一定要带上我的符了，不带符，根本就受不了。为什么我昨天开播，我昨天说66个毒牙虫呀，因为这是伤我。但是呢，最后呢，昨天有6、7个人上了毒牙虫以后呢，我不好意思再说，那今天弄不够，咱就，是不是不渡他了？我也不想让这个黑哥、这个张龙呢失望，所以说呢，今天呢就硬着头皮吧。开播才11、12个，才12、3个耶，你说是不是？开播你看毒牙虫几个？12、3个。我设置是6个6个啊，最后弄个12、3个。任何咒我都不会放，记住一句话，任何咒我不会放，我只会放什么让你听听，我只会放什么让你听听啊，我那些东西我都不会放的。我要放东西，我现在放一下。我放这个。743。张龙啊，走好啊，张龙。听不见了，什么意思？我现在，咱们现在又听不见我说话了。啊！靠，那你是弄个听不见了，听不见个串串，你听不见了。听不见了哈，那是咱不说两句重庆话不行。江龙听不见，夜能听见哈，先生的夜。我的意思，你在直播间冒个泡，献个肾。我怼他一了，走，他捏了个腿了，我顶他个肺了不？白光，来来来，直播间那前去了啊，幸运不然走一波了。七夕夜的幸运符，哎呀，你看这潜水都冒出来了，都冒出来了，哎，好歹给点动力啊，是不是？哎，你说我伤心不伤心？我难过不难过？我顶那个肺了我。躲嗨嗨，躲躲躲个毛线躲出来吧！我肯定要放，真的。下次啊，我真不会这样，真的。虽然我也想度他。咱们后面的加盟有没有哪位小哥哥小姐姐？哎。咱来个飘屏，总剩那几个人啊，
咱们是不是冒个泡，飘一个？我好想看阿鹏家专属，破盖仔，你出来不？你上我的身吧。你看我捅死你不捅死你？我上我的身，我一把他一棒子捅死你，我上我的身。上了毛线！我他妈捅死他！我要捅死他！滚出来啊！先笑笑的，幸运福气。现身了，附近的公安一个。出来、啊！破盖仔。我操！王八蛋！来啊你！来啊！来！过来啊！他妈的，过来你！像你这样的，这一辈子就在这待着吧，你，你都在这待着吧，咱们要想干他了啊！我希望咱们可以把鸡尾酒炸弹咱们走一下，怎么样？有没有想干的家们？有鸡尾酒的，有炸弹的，咱们支持一下啊！这东西是辟邪的，以免他在控制我的意识啊！来，其他人都退了吧，我给夜布个专场行不行？我日！写 F 的鸡尾酒，我把他送走，永远不可能送你。你在这慢慢当你的孤魂野鬼吧，或者说你让我把你打散也可以啊。操！我操！哎，我纸放上去了。我纸还没到他面前就没了。我还没到他的根儿都没了，我操！西西，他知道错，个串串，他知道错了，错了，他错了个嘚儿，他错。滚出来啊！来啊！我靠！我操！我靠！我操！我操！哟！我是。来来，咱们先加一起后面的啊，后面的。我希望咱们不要都看了，家们，咱们该来个鸡尾酒，咱支持一下，支持一下。咱们有鸡尾酒了，我希望咱们都可以中暑一下。去鸡巴吧，我准备下播了，我直接进来吧。西西啊，我是，我打个毛线，我没，我这么想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咱还没有人支持。我直接就播个专场不行了，是不是？
因为这些东西它不会直接伤害我，但是它会控制我的意识，产生什么幻觉、上身了等等这些东西。所以说，基于有炸弹，这些东西呢都是很管用的。去验尿，谢谢。我操！妈的，还在这儿！我靠！怎么的？怎么还在这儿啊？真大爷！妈的，我头蒙了很，这会儿，妈是不是抬手原因？就算了，我操！我操！不是，不是，妈还没打到。谢谢郝仁平，谢谢老师。滚出来啊！现个身来啊！我操！哟！啊操的！妈的！这样打一会儿，打一会儿，我把我自己打进去，真的。我真的希望咱们后面两把能给俺动力。来，咱们进去。来吧，先生吧。我知道你在这里边啊。这个房间里边凉得很。妈，都别出去了，我操！来。咦，不是，关着怎么就开了？谢谢先生啊，妈，这个房间里面凉得很。
直接滚出来，来。我操！他妈的不现身啊！这你妈的不出来，我操！我操，不行，冷的有点过分了啊！他妈冷的有点过分了，我操！我靠！欢迎鸽子 ，Hello。是不是有点过分了？他，这家伙就是图图谋谋，你发现了没？没有亮点，我要什么亮点？我要漂亮，要好看了。啊，我能保命就行了，我要什么亮点？得有拿个鸡巴好看一点的东西，有个鸟用了，有个屌毛用了，是不是？不是，我看我来气，今天我不知道咋，我不知道我可来气，我操！哎呀，咱们准备准备吧，我也不了，对，到这儿把这个张龙送走就行了。我操，我是不是我开个门票好一点？哼，烦死他得日。回去吧，他的蓝光呢？我希望咱们后面可以支一下，哪怕是小票了，是不是？咱们小票支持一下也行。咱们尽量能走近点，走近点。谢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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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。行，今天先回去吧。今天主要目的已经完成了。这王八蛋也不现身，不知道为啥。欢迎初安。初安是哪一位呀？
哎呦，原来是，哎呀，欢迎大驾光临啊！嘿，你这真能改名字啊？你改名字改的老好了，是不是？你的名字改的真的是绝了，绝了很。来了吗？哪的？我操！我怎么没看到呢？我怎么没有看到啊？直接现身啊，金子了！别怕嘛，你怕什么呀？出来了！我操！不见了，已经完全不见了。不行，咱们就撤了。我再弄一会儿就撤了。我不是累的，我不是一般累。这不是一般累，我感觉，哎，刚才是不是有人送我东西了？啊，打什么？我靠，怎么浑身凉了？我是。去！我操，怎么有味儿啊？啊！我靠！我是什么情况？我靠，怎么那么臭了？我等等等，我靠！我刚打上去，我靠，这不是味儿出来了？咱往后走走，往后走走。叫你打你还问打什么？我就问，我就问了，我就问了。万子，快被你们鸡巴搞疯了！我是。你们知道吧，我看手机看时间长难受。你像我走路来回走来回晃，不像你们，我这来回走来回晃一直看着头蒙眼花，我现在都头蒙眼花了。这么播了，走、嗯、今天啊我也难受得很，今天难受得很，再加上你们刺激我，刺激的太狠了，撤。这个超度的这东西不能经常做，经常做的话我都废了，经常做的话我容易废了。我现在都头蒙眼花，头蒙眼花的很。哎，哇塞，
找个袋子。袋子呢？扯完了，拿了。地上蜘蛛吧，我操，你恶心，拿了。